Hello， 大家好，浪子走中国，用脚步丈量中国。我现在在福建泉州。我们都知道湖北十堰有武当山呢、其实在福建的泉州也有武当山，小武当山。这个视频我就带大家爬一爬泉州的武当山。前面是真武庙，真武庙是祭祀真武大帝的道教庙宇，始建于北宋。一边一头石狮子，建筑很古朴。我们拾阶而上，上面有一个碑，碑上写着吞海，还有一只小猫咪。很幽静啊。真武庙位于泉州城东部石头山路的晋江北岸。我们都知道北少林南武当啊，武当的太极拳很出名。真武圣殿，玄天上帝，古木参天呢、紫金殿。这个庙宇建筑很有特色，古木深深呢、非常的幽静。感觉这就是一方风水宝地。隐居在这个地方还是挺好的。这些树木都上百年了。那里还有一个八卦，打太极拳就是走八卦步的。风景太美了，闹中取静啊，真是一方宝地啊。前面还可以看到高楼大厦。泉州的武当山又称为小武当啊，山不是很高，但这些建筑特别的有特色。这里就是福建泉州的小武当山啊，和湖北十堰的武当山差别还是挺大的。行吧，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浪子在穷游中国的路上，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。